谁。熟悉的彼此一定有一种共同的语言，只有对方才懂。你要记得，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味道。如果觉得重要，就要努力追到手。我会尽全力的。现实当然会比文艺苦，不过我愿意帮你多加一点巧克力。在立都会台30频道，每周五晚上10:22K，梦想高飞。